大家好，我是 Catherine， 老师好。那今天我们来讨论一个问题，是最近台湾很有名的行天宫，他们已经为了环保的问题，撤了所有的香炉、供桌跟供品。然后行天宫有很悠久的历史，他们这些礼节最近说撤就撤了，我们就来谈谈这个代表什么吧。嗯，这个就是我们经常在讲过去的传统教育，我们总认为进到庙里面要拿香，你不拿香好像你讲话神明听不到，是不是？所以你到哪一个庙都是要烧香。但是在过去经典里或者善书刊物里面都有讲到，就说所有的香它没有心香来的重要，你的心清诚，你跟神明能够心中所想所讲的话所问的事，它完全了若指掌。但是你如果手上拿着一把香，心中也不是这么想，那神明可能也不知道你要干嘛。但是过去好像拿香的人跟迷信多少沾点边，那现在因为环保的问题，所以在行天宫可能请示了他们的主神关圣帝君，都在同意的情况下，那么他们就把这些东西撤掉了。一方面它可以让人更知道原来跟神明相交流，跟天地相交流是可以这么简单，再也不用像以前一定要香烟缭绕的时候你才可以说你心中的秘密。那现在能够这样子慢慢的导向一个正途，让世人知道过去的一些东西它是可以开始慢慢修正的，可以帮助大家呢在思维逻辑上能够走到新的一个里程碑。那我想这个是一个抛砖引玉啊，如果行天宫能够这么做，应该全部的庙宇也都能这么做。这么一来呢，不光是我们物质上一些硬体的环保，我也希望因为这样子的改变，对于很多人的心灵环保的意识以及观念呢，它会越来越强。到底什么是对，什么是错？那这个宗教不要再像过去很多时候都是好像蒙着一个面纱，觉得好像永远不了解这里面是怎么回事。但是永远是一个说虔诚也好，或者是定时报道的也好，你好像就是一个被指使的众生也好，机器人也好，奴隶也好，好像你永远就是必须要拿着香跪在神明的面前，然后去做你的祈求，这样子才会如愿，是不是？过去我们的心里面好像总认为是要这样子。那么我一再强调，只要你的心虔诚，思维逻辑对，做法正确，然后愿意改变你过去的错误，真正的修正了很多的定位和跑道的时候，你会发现你的命运就改了。那么也希望这么一来，很多虔诚的信徒冥冥中慢慢的就开始在宗教对他们的意义上以及他们要学习的途径上，很多的可能性都在双向开始调整。那这样子我想宗教对人的实质作用会比较大，因为你也看到去庙有多少信徒，多少人拿着香，但是出了庙有多少人他能够学习他刚刚拜的观世音菩萨或者观圣帝君他们所教导世人去做的风范，很少啊。大部分都觉得说有拜有保佑，有烧香有保佑，说有保佑而已。对，但是你出来你的本性不改，他保佑你可能一时你真的感受到保佑了，但是你的本性不改，你一直在漏一直在漏，那他再怎么保佑你，终究被你漏光了，对不对？这个观念其实是很简单，但是过去很少人去想这里面的问题。那他最近有没有提到什么大众的反应？我好像看到报纸是说大众也慢慢可以接受这个环保的观念。对，这样不错。当然我们先因为环保而慢慢的简化，那么在简化的过程人可以接受了，也希望能够更进一步的开始思维这过去传统几千年来的一些做法。为什么在庙宇里面有那么多的仪式？为什么你一定要拿着香才比较如法？那在这边我顺便一提的是，这些仪式是要调动你的敬畏心、虔诚心，所以很多的仪式一步一步一步让你觉得找到了一个你可以虔诚的地方。那最主要，如果你的心不诚，仪式再多你没达到这个火候，你跟神明就算拿了香，你讲的口沫横飞的，他可能也不见得能够全部 take 你所讲的话。这就中间有些人去庙里拜灵验无比，有些人就是拜个形式拜个心安，是不是？有些人可能你说他是去拜拜呢，还是例行工作，他也没办法。这个都是不同人有不同的说法结果。
对，我想大部分人他们去庙里拜拜，就像求个保佑，然后求个平安。嗯哼。但是如果说我们以一个心灵指导师这一方面的出发点，我们要怎么样帮助这些大众人去了解有一个 religion？ 嗯哼。宗教信仰的话，不是只是一个信仰，是应该心跟宇宙在沟通的。其实这也就是我在讲的，他如果今天没有自己亲身领会，你讲多了也是白讲。所以他一定要先自己做实验，他一旦如法的做实验，看到了正向的结果，那他马上就会有感觉了。所以他也会知道，今天我们的拜拜，原来要这样子，一切都正确正确正确，后面结果就是如你所愿，再也不会像以前这么那样的困难困难困难。对，那我们应该怎么样去启发更多人来了解这一点呢？所以在超一生密码里面，就把一些很简单的方法，他不用让你去庙宇，你就可以在家自己实验。你可以跟天地间相连，然后得到天地的祝福，那生命里面开始产生的变化，你会发现哦，原来这么简单。所以庙宇是一个让你信心提升加分的地方。但是实际你每天能不能够落实，还是在你自己对自己的要求，以及你持着怎么样的心态。好，有些人他觉得说，我今天去庙里烧个香，捐个香油钱，那你明天保佑我能够发到什么程度，那好像有点交换，对，是不是？那这种你也可以说是民间的风俗，嗯，但是这样子对一个人的生命灵命有没有帮助，见仁见智，对不对？你就好像这个台湾不是经常有什么妈祖绕境啊，去哪一个宫庙啊，这些礼仪上啊，你来我往，大家都热此不疲啊，但是问题是你看整条街密密麻麻都是信徒，又有多少人讲着神明所讲的仁义道德，是不是？如果他知道今天要心心相印，你不讲仁义道德，你在菩萨面前你看他也不相应了，因为他所期望你做的你没做，但你又在他面前一直求你要得的，那会跟你相应的是菩萨还是鬼灵还是其他众生？这是一个见仁见智的问号。好，那就是我想问老师，这些拜拜的形式上面贡品的由来是什么？人世间里面人和人之间，你到我家里来还要带个礼物，是礼节，是吧？那么我们去庙里去膜拜神明，我们带上贡品表示出我们虔诚的心，这也是一个礼节。所以基于礼节的缘故，这个贡品好像是不可少。但是现在为了要简化，贡品可以不带，但是你心中的虔诚呢，就是最好的贡品。嗯，其实佛菩萨他要你带这点水果来，他真的就吃了就饱了，他可以吃比这更好的东西，是不是？他主要的还是看你的虔诚度。但是一般的人有时候他认为带了贡品，我就可以开始大大的要求菩萨你要保佑我。那现在如果庙方可以在正面的宣导，我们现在不带贡品，但是我们可以把我们的敬畏心、虔诚心能够提升到更好的一个状况，那这个对寺庙来讲，每一个人在里面看起来会比过去更有礼貌、更有朝气、更有寺庙的宗教活动或团体活动里应该看到的气息，而不是你看到很多的庙在过去是拿着香拜拜，但是很多人的习惯或者是穿着都不是很如法得体。所以也希望这一次因为喜天宫的带动，可以把过去我们几十年几千年的习俗啊，慢慢做一些调整，引导世人走到一个对的方向。那我们谢谢老师，因为我们要了解我们拜拜的时候虽然只是一个形式，但是最重要还是我们一个虔诚的心，不管你在什么宗教的或者是没有宗教的，直接跟宇宙心与心的沟通是最重要的。对，就是不管你是跟神明也好，跟天地也好，跟宇宙也好，一切都是要发自虔诚的内心，因为这样子才会事半功倍，与大家共勉。我们谢谢老师。